两间常态。你有拍过吻戏吗？没有，我是 MV 的有，可是只是。所以戏剧上，所以戏剧上的吻戏，处女吻，处女吻。我们昨天在讨论，大家一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在吗？这个身高差要怎么样亲的是好看的，画面是漂亮的。你知道我紧张是紧张，我没有。你高大我身高，我没有遇过身高差这么多。改亲我的额头那个洞洞，我天哪！这样子大家比较不会。是我们想的一种方式，是把你整个悬空。你会很累，不要再这样搞。对，也不可能，因为他太。我知道，等下再给我一个木箱，给我一个木箱。丢了再亲，还是亲了？当然是亲一亲，然后再放。好像应该是丢了你才有办法两手啊，要不然你只能一手，你就变成你要弄他下巴。好，差不多是这样啊。好。好什么好啊？你好，我还没好。你不要搞得我很紧张好不好？我不紧张啊，我超紧张的。你的紧张是因为影响到我。他很期待啊。好，现在剪出来的那个效果成果，希望不错。我人生的第一次，我觉得好害怕哦。没事啊，我超好的。